是不是想多了哟？笑尿了，我穿了穿了，里面穿了背心，放心哦。不是，我觉得你们也太直男了吧？难道看到女生，比如说是一字肩，或者露了肩，没有肩带，难道就觉得她没有穿？怎么可能呢？可能是没有交过女朋友，根本就不懂这些吧，是吧？破案了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可以谅解，可以理解你们为什么不知道。对，